小时候的林妙可真可谓是人中龙凤了，有几个人能在九岁的时候就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，但近年来林妙可的报道均是负面的，胖了、丑了等。不过直到他上了大学后，不管是衣品还是妆容，在同龄人的纠正下终于回到正轨，而且从他发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身材比以前苗条了很多，和同学们合影也是十分的耀眼强劲。今天晚间林妙可在社交网站晒出一张健身梦商场的照片，还配文爱冒出来了，有点害怕，像个孩子一样抱住我的肩膀，言语里充满了对猫咪的疼爱，真是个有爱心的姑娘。照片中林妙可身穿粉色短 T， 她配牛仔背带长发披肩，尽显青春活力。林妙可还戴着遮阳帽和大框墨镜，低调十足。不过就算这样也挡不住林妙可的高颜值，有木有？小猫咪趴在林妙可的肩上，表情可爱呆萌。林妙可抱着猫咪面带微笑，回头望着镜头，画面很是有爱。不知道是角度还是灯光的原因，林妙可腰间的肉肉感觉都要溢出来了，撑的衣服满满的，网友们纷纷调侃这是又胖回来的节奏。 The end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